你们好，我是小宝。现在我们继续接上一个视频，在表妹家鱼塘边上发现这边有出气孔，这个出气孔里面有一窝的甲鱼在这个洞里面，现在我们就继续用这个锄头来挖。哇，你们看这个泥土实在是太硬了，我们还是继续用这个锄头来挖吧。哇，你们看应该马上就可以把这个洞里面的甲鱼挖出来了，我们现在改用铲子来挖吧。哇，你们看这甲鱼，一只甲鱼应该有2斤多左右。现在我们继续把这个泥土给挖开，把这个旁边给挖大一点。哇，这个爪子都出来了，我们现在还是用这个铲子把这个旁边挖大一点，我们稍后必须把这个洞里面的甲鱼全部挖出来。